对啊，小文本来站我旁边，然后就一直挤，那就被挤到边缘去了，就被挤到角落去了。台中场有妹子，你是说那个女生哦？啥位的发？再不发火，你某人啥位的发火？来位来，谢谢来了，干温多些。金闸港现场太多人，那天还好啊，那天真的没有很多人。如果我站起来还很轻松的话，都不算很多人。像那一种我被挤来挤去才算很多人。李世文你好。红条嘞。这礼拜人家花两百五呢。哈哈哈。耶，去会到啊？过来才够，点几点十块的钱啊？对。鲈鱼你买100不大，你说一只100哦？不要看你几号来。金马罗，妈。哎呦，香火我走。早安。水果我这是一些的，我这是一些的，来。豆花节招，三百元，老弟弟你好，快点，吃红条，红条，我今天才吃大条，正条才500了，500好，红条这种贵个才500，这种贵500块，500好，那就500好，500块，谢谢啦，来，谢谢，都是恁姐姐来，过来。做什么吃虾？做钓什么吃虾？八爷，雨这么大。八爷进来，乌龟八爷八爷啊！我看一下，我应该差不多要来了吧？乌龟啊！但我朋友乌龟八爷八爷，顶只现在来三百、四百、几千块，我咧抬不住。三只、四只、一二上五只、两百、五十只来、七只来、八只来、九百来、十百来、两百咧，做了十块。你无了没？我招钱去爱吃虾。他爸爸今天不会下来啦。龙哥有讲话吗？李丽丽，你说一条100不大师，你来这边买啊，三条200。你我看一斤上盖无，穿个二号至三号啦，啊，一斤上盖无，搁较俗，我俗一斤赚起来，无二号免钱。一斤二号至两号，你我看你赚了五百块。你三号哩，二号，500了，500块，我招两个人买啦，一条四条来个，500块了。对，会忽亮忽暗，因为这是补光问题。因为今天下雨天，今天下雨天那个灯比那个光源比较没那么足，没有补光，所以它一直补光，跟八卦山一样。500了，500块。
啊，伊讲伊鲑鱼现切嘛，要一斤。来，你找我爸。来，五百块，谢谢。来。今天下雨天，这个补光的问题是正常的哈。哇，这苹果。Hello， 各位，帮我把按赞按到500个，快点，按到500个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瞬间3秒钟按到500个。不久只要给五百，我这两位来五百，三位来五百，四家来五百，然后这位变，这五家过来五百了，五百好看，看伊五百好，五百块，就卖了，就简单哩，两位来两百好了。没有是安尼尔，我懂。邱晶晶你好，好想来买，那就来买啊！你有离这边很远吗？贵，贵就一个一斤的，我即摆拢是人在一起，拢一斤重，安尼较好算。四贵啊，四贵正好一斤啊，一斤35，收10斤重。你六百买哪边？哈，六百买哪边？六百拢是600。六百是500菜菜。我都较俗，六百500啊，500，你总是行去听下，今天买500去啊，今天嘿。但买就是600，我都卖你较俗啊。这一袋一斤的啦，吼，真的，一袋一斤重。这一斤35，这两斤重都开700，这三袋哦，内面我开1000，开800了。五位啦。啊？要几位？五位啦。来，五位来。开500。这些啦。这几位现在700号的？有啊，这几张我700号。我的狗头，我的狗头，我的狗。虽然其他。我爱开一五八，五八了头你还五八我。这无多啦，这一斤重的刺龟啦，一袋一斤的啊，是收10斤重多。市民大招。这三袋500号你无得买啊，我就两个人卖了啦，四袋500啦，那500号，一袋出125号，对无？500号，我都较少啊，今天。哦。来。这下来鲑鱼，加4斤重的鲑鱼卖500，下来中央你好。4斤重的鲑鱼500块，500，我现在500，应该500三个斤能杀，谢谢。够了，够了。够什么吃啥？够什么吃啥？我们公司里拢无啊。OK 啊，真 OK 啊。你有要吃你讲。OK OK 一样啦，那个忽量忽忘这个问题就这样子啊，这个是不是鲍鱼啊？哎哎，鲍鱼啊，鲍鱼啊，鲍鱼要加放点鲍鱼，如果不要忽量忽忘，我就角度就放这样，不用转就好了。今天能过来，能过来，你现在以后再去拍，啊？上个礼拜就来放。下一个礼拜我来放。哦。他每个礼拜三在讲。搞一下。礼拜三跟礼拜六。一套回来，我你讲这个挺健康的，一条我能卖80，200号，3条200号，你3条200号才来包邮，3条200，我招两个人给钱，4条200号的。详细的团队啊，八号，五条来的过来，八号，这样就不会忽亮忽暗了。能挂来，能挂来。好，等我接来，五条能八号，五条能八号。来，无啦，是啦，叫你几条啦？不下来能八号，我下来200块包邮。一条两条，这两条来，这三条来，一条出四十块，我得位啊！伊要凑学历啊，伊要凑学历啦，伊来翕你个啦，包一个就包，伊要翕你个啦，包埋啊，哎呀，专门来翕你个啦。
我食迄碗呀，迄细只的，一碗细只。啊？细只我，迄个细只头前迄足大只的。海山君你好，安仔你好，陈桂英你好。桂刚，你今日卖无了，起蛋条真嘞。卖三百好不好？那是走的。四角的三百了，四角的三百块，好不好？来啦，这尾搁送你五尾哦，你三百啦，一尾剩六十块呢。三百块。东新路在六米街上，六米街二十二号，六米街一二三四五六。我家。稻米的米，六米街。加啦。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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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了，来了，太平了了，昨天没个烧的，耶，三百了了，一尾剩五十块，好，一尾剩五十块，偌久的我唔捌卖过一尾五十块啊呢，阿姨你好，哎，谢谢，来倒七百，现在啊，我想要一只，我想要一只。新菜啦！你的家菜蛮广的哈，来，佮什么食啥过来？我无啊，我无想要食啥。安尼安尼，我想要哪做药啊？哎，我你挂啥了？挂怪。红条很便宜吗？我要共用一样的针。啊？喂。会食啥过来？哎，蛤蟆帮我买一些吧。一些要多少？一些我在你那边。过来，我卖两颗五十四颗一百。无良心嘞！无良心！无良心！一百块一百了啦，你刷扣啊，不用补杀了。一百块奖。阿妈，刚刚谁啊？下雨天当然人比较少啊。你那个里面的市场都没什么人。这不是正常的吗？来。这个是，这个看过的，我感觉是生的，看过的味道没有。等徐妈咪早。徐宏俊早。来，罢工，一百块。乌日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乌日大概要在八点前，可能要在七点，七点东西会比较多。如果你太晚来的话，乌日真的会比较快就没了，那个没办法。乌日真的没办法哦。那不是我能控制的哦。那个人潮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人潮，人潮是多是少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弟来了，他在后面。他要加机器了，他等一下要加机器。拍我弟干嘛？我弟又没怎样，他常常露脸啊。你去看那频道，他没事就开直播，他每次就开直播露脸。这帅鱼啊，鳕鱼好高肉啦，一斤啊这么帅咯，一斤我咧千五百，规地拢千八蘑菇。你无要画？用吹，用吹，有钱的好食，蘑菇好吃，这么帅咯，这不是水帅，不是鱿鱼哦。爱食买五百五六帅，五百。几钱啊？哎，五百。几钱？多少？五百千多啊？我咧买三百了，哦，三百块。哦，请对啊，请我帮忙比较好买，我会帮你买。两块现在两块哦，两块的。一旦姐的加，一旦姐的加了，哎。这水电你也不买，这水都这搞的。过来现在，搁几个人过来两块块，两百块钱，搁两百了，太过来两百块，两百块伊无人买。两百台币就两百块，好无啦？啥？就算地，我你买大地了，买五百咯，你看卖，就是算地正常。啊，你退兵就无去啊？袂啦，退兵也无去。退兵是兵啊！你搁比大，都讲到拢退兵无去，比大地较贵。你去跑多吧，规地拢千八里。邱晶晶，对啊，现在没有人哦，天下雨，然后今天是特别的，想买什么就有什么。也没有啊，有些东西没带来。
两百块钱，这帅人，这个两千块帅人，两百了，那两百块传给阿姨。你帮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好，谢谢。我现在两百块，我现在两百，再过现在两百块是地上赚的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块现在两百块。无啊，拢我一次要结两百块啦，拢结两百，最后结两百块来。你鲑鱼，你现切鲑鱼刚刚有？啊，现切鲑鱼。有啊，要个他们那个鱼。哦，我你龙哥要一，龙哥要一千哦。哎呀，你讲哦。红梅啊，红梅哦，来好，红梅。一包两公斤，一公斤外面卖180，两公斤卖360-300块就好，好不好？300就好，好不好啦？200就好啦，快活啦。李立林，拜拜。过来，我们讲红梅。陈汉吗？陈汉吗？四个客人，最后四个客人。陈新妈咪。两公斤等于做一只火椒红梅，三等于五三米，搁再两公斤哦，200块了，200块。两公斤200块，红梅卖，红梅唔敢食。谢谢。哎，好嘞，你搁想要食啥？你讲，我你讲，啊，今年拢无啊，拢无要食物件。我你要吃啥？你连讲嘞，龟头无，龟头个问题，龟头，龟，龟头个，龟头好食。现在是九点零几。一年我看你，我看咱都吃一边啊，这一边爱开百杯，较大条先来，较大条先来，较大条一边百杯，两边三人，弄来只开500块，一条四条来500。300块，来，较大条先来，一条来，两条来，三条来啦，四条来啦，这五条过来200块，好。来，几条嘛？你也来。最后我们进来200块，去台湾来200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00块。好，安尼好啦，谢谢。我要吃虾卷啦，虾卷。脆皮虾仁卷啦，100块就好了，100块100块。吃泡尼啊，吃泡尼啊。对啊，九点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现在九点了，你们线上1500人，你们不用上班了？你们线上1500人，你们不用上班吗？李静辉你好，下班了。脆皮虾仁卷来100块，不一包下来100块钱，100块钱。柯建宇夏天休，你下雨休息。哦，龙哥下雨天塞车，对，今天塞车。下来两百，用偷看的，用听的。你要不要100块？偷偷看。不要，100块，都是偷听，偷看。把这个当广播听哦。特效。这首干贵，一块啊，一首来得10块尔，一首来得10块尔，一首10块尔啊！不要请假，上班比较重要。一公斤啊，一公斤不是一斤重啊？艾迪吗？这是你公司账号。一公斤的干贵，我问一解了啊，大了没有？一公斤的干贝，一斤哦，可能卖800，一公斤啦，卖用开1000啦。大粒的，大粒的你也看下，这完全没有加工，
外口迄叫组合贝，组合干贝就是加干贝，我啊上过一碗，叫组合贝，这完全无甲你加干的。一箱十个人客人无啊。不要首先陷害你家的爸爸妈妈吼，他会沉迷哦。几箍拢去哦，一人买一箍对啊，一人买一箍。来，一箱最后一箱无啊，买一箍，卖500。